族，那就是星际之旅女儿国剧组的各位成员。那我们邀请唐嫣上宝位，欢迎孙悟空的扮演者郭富城，唐三藏的扮演者梅超风，哪吒魔王的扮演者张译云，猪八戒的扮演者小沈阳，沙僧的扮演者罗志谦，以及在片子当中出演神秘角色的林志玲、任群丹、大咖，同时呢，青年演员管乐、孙一涵、陈雅丽、何心凌、司马赛儿、孙若琪又共同组成了女儿国的美丽女天团。郭富城先生也是多次走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，我们也特别感谢各位主创对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鼎力支持，我们也预祝我们的后期制作一路顺利完成，在2018年的大年初一，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神秘的、美丽的女儿国的国度。